奸夫淫妇被抓到了。不是，哦，了解了解了解，哦，这代志啊，明天举报抓了哈，代志到家了。刚才一开始贺大哥头还被埋进去了。不是你刚刚你把我头盖下去干嘛了？你自己要伸进来呢，你不说你要看，你叫我让开，我就是拱进去了。干什么嘛？人家没有穿裤子，你干嘛呢？可以啊，你看一直盖，头推也推不出去。